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清莱啊，美塞这边的有个叫董山的地方啊，山上有一个皇太后行宫啊，说这里以前就是皇太后的后花园啊，听说里面很漂亮啊。你看今天天气也很不错哦，就在山上啊，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吧。这个是通。这个皇太后行宫啊，他们这边也是叫皇太后花园啊。哦，其实跟清迈的那个什么花园嘛，差不多的，也是国王皇室的他们的一个花园啊。然后又种了很多花什么的，来过清迈的应该知道吧？素铁山后面的那个皇太后花园吧。然后这边其实有点类似的啊，是清莱的，还是挺舒服的啊，这边。